已经四十多岁，隋朝有名著名写作。好，我们这个到里面去看一下，这个把我们是用手艺的工具给我们合作一下，大家来点一下，以前说关公面前耍大刀，我们现在觉得那个大刀真的很沉，两个人能够把它抬起来，对。但是这个编钟的这个敲起来呢，就感觉到更有趣了，因为以前是敲过传统的编钟，它这是编刀，编刀这样的，把刀编起来，然后一块来敲，就觉得很有趣啊。觉得他把这个传统的这种编钟的文化做成了这种刀文化，融合在一块儿了，其实是很有自己的一个创意，也有自己的一些新的想法。包括在下面看到那个关公的大刀，把这个中国的传统文化都摆设在里面，跟这种生活融在一块儿，又跟传统的文化融在一块儿，这种创意觉得蛮有趣的，还是啊。